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淑女的腔调。九儿，咱俩要是不守住这个家，我们两个就全都完了。走开！背水一战，干他个无怨无悔！欢迎，欢迎，欢迎老师，欢迎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抱抱，抱抱，抱抱，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万茜，要爱我哟！湖南卫视《身临其境》。网上都有说，年轻的女孩颜值好一点，一定没有什么大本事，真本事。但是万茜让我感觉到，人不可貌相。是不是抓不来劲儿了？我怎么着你了，宝贝儿啊？你就要报警？抢劫？那我还没戴头套呢。我坐哪儿啊？离那个话筒越近的就先上。这边呢就是最后一个。你挺勇敢的，早点弄完早点结束，要不然压力太大了。你没问题。哎呀，我愁死了呀！为了不让人听出来是我的声音，特意选了跟我声音相差特别远的声音，反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对呀、秦老师的呢？在家不练个十遍八遍的，哪敢出门啊？那两位怎么还没来啊？啊，亲亲 ！Hello， 你好，李沁，海璐姐。哎呦妈呀，我老紧张了。你好，姐姐。好，若用这方，真真把人琐碎死，为啥要抓我？春儿不要了，春儿什么都不要，春儿不要嫁给你。海璐姐第四个，我想第一个赶紧的结束了，来晚了。哎，一般人都会紧张吗？我怎么这么紧张啊？你是冷的。没有配过呀，昨天试了一下，太难了。你这绝对不对了，你这个一直没有展现我哈，我其实还挺期待的。对啊，都是带着金刚钻来的。哎呀，保不准出个什么啊，平地一声雷之类的，吓死个人。哎，我听到脚步声了，是有人来了吗？我熟悉这个舞台，我就觉得有我的气息。披上战袍，迎接战场。挫骨削皮拔的毒啊，这心都要疼死啊！规规矩矩的说人话，听到没有 ？Hello， 哎呀，师姐，啊哈哈。你好，孟晨，你好，终于来了，师姐，你好，你好，师姐来了就好了。我对我师姐是绝对膜拜的，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又疯了。你看老师真的很厉害哦。啊，我又开始焦虑了，你不要逼我好吗？紧张也没用。老师是来过我们总决赛的，传授点经验吧。对呀、啊，就是真诚的把它表达完就好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经验，没有经验。姜还是老的辣，看见没？算了，没事，别聊天了，没有磨磨词儿。我的眼睛在你那儿放了300年，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了？第一个出来，我必须把这个头开得好看。你给我一点时间，再试一下。把包机纸包起来，一定是200以上的把握，完美呈现出我的最好的东西。我必须要好，再来一点。我不需要小小，你什么不需要小小，全家都是小小。我是把完成放在第一位，完成了之后才说好不好。
喉糖。配音之前别吃糖，嘴巴里面会黏。对，我配过音，主要是我怎么这么紧张啊？我要回家了。庆庆真的是坐立不安啊！给我点儿力量，需要能量。不用怕，不用怕。声临其境，录制即将开始。现场五秒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欢迎声临其境的发声者，凯叔。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APP 独家冠名播出。本季《声临其境》还特别设立了最具人气男生和最具人气女生奖项。现在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入节目专区，就能为你喜爱的声音大咖投票助力。感谢首席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 Kid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学青少儿英语就上 VIP Kid。大家好，我是凯叔。掌声欢迎我们的声音指导团，王刚老师、张铁林老师、张国立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凯叔打个招呼啊。哎呦，您别叫我凯叔，您叫我凯子就行了啊。还凯子你。掌声欢迎我们的芒果新生班。杜海涛、梁田、金梦佳、张可盈、马思超。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淑女的腔调。今天到场的四位声音大咖，声音甜美，功力超群，貌美如花的。我觉得下面这些人啊，在给我们挖坑哎。我们来请四位声音大咖一一亮相。四位在挥手，可是你们再挥手，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们先有请第一位，请亮声。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在下一号嘉宾，外滩王熙凤。国立老师，我这笑声您听着是否耳熟啊？有没有回家的感觉？我现在就回家吧。我不是，家里有一成都王熙凤是吧？对，这是外滩的、哎、这是外滩的。这样，有请第二位二号嘉宾，请亮声。哎嘿，大人来喽，我是二号嘉宾五环青花瓷哦。听说您今天不鉴宝啦，而是要来鉴定声音。我们的声音啊，可是能以假乱真的哦，保证您的小锤锤派不上用场。五环青花瓷是冲您来的，知道您今天没带那鉴宝锤。不是，五环青花瓷从来没听说过。郝大人，郝大人，您是不是觉得对这个名字不太喜欢呀？不是，他要是不喜欢，你改名吗？可以改成二环青花瓷。这离我们家近了。好好好。二号老师，我觉得声音很熟，可能带一点点那种鼻音的感觉，我有点像。
第一季的时候，不管是哪位女生一配音，所有人说刘敏涛老师，但一会儿马上就被猜出来了，有点像林志玲。何赛飞老师，他们因为声音都是化了妆的，不好猜。确实，我们来听听三号嘉宾，请亮声。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有。没错，我就是三号嘉宾，大明湖夏雨荷。夏雨荷老了，哎，这怎么这声音有点像容嬷嬷呀？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传说说容嬷嬷就是当年的夏雨荷吗？我们来听听四号嘉宾，请亮声。铁齿铜牙纪晓岚，八面玲珑何大人，风流儒雅黄天爷呀，小童牙初来乍到，希望三位爷今儿个能给小童牙捧捧场，小童牙盖此天谢过呀。哎呀妈，来东北大舌头，才小童牙呢，前面一盘牙没了，老说话老跑风。哎呀，我这牙没了，你还有意见呢？就是因为我没有牙了，我才想叫小空牙。哎呀，彻底把我玩晕了。好，我们马上进入声音之战的第一轮，经典之声。就来了，我们有点太快了。哎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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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女人们，勇敢的女人，加油！之声，加油！加油！第一站，有请外滩王熙凤。看剪影，王熙凤还跑了几步啊，调动一下自己的情绪。外滩王熙凤，经典之声，东成西就。你干什么瞪着眼睛看着我啊？你不要喜欢我。虽然我平易近人，天生丽质，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区区一个店小二，我怎么会看在眼里？我想想也不可以，想也有罪。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想我住在这店里头，那你就有机会了？没有，一点也没有。喂，你干嘛不看我啊？我是怕姑娘你骂我。你好端端的，我干嘛骂你啊？你不看我，分明就是存心不良。难道我有老花？你干嘛？怎么样？我干什么呀？你管？啊！警告你个生活先生，啊，你不要亲近我，小心我扁死你啊！我呸！我想亲近你，你当你是王祖贤呢？哼，一定是被我给说中了，要不然你干嘛那么凶啊？不准看着我，小心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哼！晚上不睡觉又出来假扮王祖贤，哼！王祖贤谁呀？没听过。那个娇羞泼辣劲儿，简直！哎呀，好像啊，尤其那个沈萌啊，特别像。我觉得他模仿的非常像，一下子让你回到了90年代港片的那个巅峰时期。好，我想问一下外滩王熙凤，需不需要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或者给自己一点时间切换一下角色呢？需要了，我觉得你不需要。需要，需要，太可爱了。还化着妆，还化着妆呢，还王熙凤呢。哎呦，真聪明，真棒你。第二段需要人整个状态沉下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每一个大咖选的那个段子，都是希望能够有不同的角色的反差，特别在声音上的反差，对他们专业是一个考验。外滩王熙凤，经典之声，我不是药神。领导，求你个事儿啊！我就是想求求你，别再追查印度药了，行吗？我病了3年，4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3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它是假药，那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那个药才卖500块钱一瓶，药贩子根本没赚钱。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这一辈子不生病吗？啊！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这种事情就是怕对比嘛。当一个人的形象跟这个声音反差极大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神来，佩服你。这个声音大咖，他的声音的塑造力是极强。东成西就那个戏剧更有点游戏派的，到第二段的时候，我觉得声音就特别的自然，而且和这个剧情特别的贴切，完全的把这个演员的那个功力展现出来了。我同意刚才国立说的对上这位声音大咖的评价。我大概是因为做过全国推广普通话大使，所以养成一毛病，很自然的，我刚才闭着眼睛听，就是每一个字说的是不是标准。比如有这么一句，药贩子根本就没赚到钱。药贩子根本没赚钱。注意，赚不是赚。这种是我们在特别注重情绪的时候，气口如果稍稍的收不住的时候，就容易读走了字。因为我们现在叫声临其境，那么这方面一定要讲究，甚至到挑剔的地步。精益求精就完了。我都有失误哎，没事没事，我俩一样。三位在猜，这个真的很好，你自己不满意而你要求完美，我在那里都听得非常好。好，我们听听外滩王熙凤自己的评价。来，凤儿啊，在呢。啊，刚才王刚老师说到那么一个瑕疵，你认不认啊？唉，难过死了。是不是特难受？心里十分。怎么还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啊？就是，那倒不是，啊、是。没事。唉，怎么说呢？第一个上场还是压力太大了。我结束以后，哎，另外三位老师纷纷围过来安慰我。我觉得他们虽然是在安慰我，心里应该也是在默默的乐啊，压力没有了。但是我要透露一个信息，第一位老师呢，他不仅演戏演得特别好，他打游戏还打得特别好。对，他是某游戏的工会主席。游戏，
露露。我们刚刚简短的做了一个 PPT， 啊，开始跟可可说有点像他班主任陈豪老师，万人迷那种感觉，嗯。但我们觉得相似度有62%，然后又觉得有点像陈树老师，李玲玉老师相似度42%。那这三个人谁打游戏呢？后来想了想，可能都不像打游戏，可能得把这页 PPT 删掉，重新了。这 PPT 白做了啊。好，我们来听听第二位嘉宾的表现。好。第二位嘉宾就是这个听起来像个赝品啊，赝品五环青花瓷，五环青花瓷的经典之声的第一段给我们带来的是穿普拉达的女王。哇，从你们这个哇我就能听出难度极高。这一段难度非常大，几乎没有气口。我最担心的就是穿 Prada 女王，她不是在一个镜头里完成的这一段，而我们的台词要在一个镜头里完成这一段，她还要有人物感，这是最重要的。果然够狠。有请五环青花瓷。我不明白为什么确认一个约会会有这么困难。我对你无能的细节问题一点不感兴趣。告诉 Simon， 我不同意他为。是谁？那哎，好吧，人力资源部送来面试助理工作的。我刚才替你面试来着，可是他完全没希望，根本不适合。看来我必须亲自来面试他，因为你前面选的两位完全不称职。让他进来。就这样。大女王，厉害吧？就说师姐刚刚刚的，轻描淡写就很从容。姑且把技术性放在一边，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还带一点译制片的特色，天衣无缝，配得特别好。我们的感觉就是最后那个人的那个表情，那个表情就是就这样。好的，老板。很难啊，这个难度我估计我们的三位老师会给我们解读。这个台词量特别密集，几乎没有缝隙。对，但是呢每一句都把握得特别好。最重要的是他说出了这个人物关系，他对整个的戏的研究和对声音的把控非常有经验。中国人配这一段其实挺难的，因为我们汉语的颗粒感极强，你像这个角色说话特别黏，他就做到了这种清晰和不清晰之间，又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出来，其实非常难。我刚才强调说好普通话，但是在念一些外国的人名地名的时候就要参照原来的译音，比如说如果他说到理查德怎么怎么样，难听极了， Richard。 我看了 Richard 为那篇女伞兵的文章配的图片，是不是他参照了近乎于这个中文英文之间，那么味道就出来了，真棒。很难啊，但是你们不知道他下一段给你们带来的是让你的心开始起飞跳跃，甚至怀疑人生的那么一段。
这一段你们要仔细听，对我们听众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你们具有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你们才能听懂。那完了，我没有。五环青花瓷，经典之声，麦兜的故事，麦太太。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纸包鸡。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材料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慢慢撕，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做一道纸鸡包，材料很简单，只需要白纸一张。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各位小朋友，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小朋友一定喜欢的鸡包包，鸡包包，鸡包纸包，纸包鸡包包，纸纸包，鸡包纸包鸡。我感觉像台词课。做法也很简单，只要将鸡包包这个鸡包，再包这个鸡包，包上那张纸包鸡，再包包包包包这个纸包鸡，再包包包包包包鸡包纸，纸纸纸纸纸包纸，纸包鸡包鸡纸，纸包鸡鸡鸡鸡纸纸纸，再包鸡鸡鸡。杜海涛，你听明白了吗？我包蒙了。最后他做了一个什么？我听出了一本武功秘籍。无影手鸡鸡纸包鸡。关键是我们听的时候，最后我们的状态就在那儿不由自主的随着他啊走了。这个很难，很强烈的代入感。好厉害。我本来我挺紧张的，后来一看我师姐来了，我真是不太紧张了。我老怕我念不好，后来我一想说我师姐来了，我肯定是念不好的那个。没事儿。最有意思的是，他把那个口型中的那种，我们说那个吧唧嘴儿那感觉都给配出来了。是的，这个小细节特别重要，一弄出来你就能觉得这个人物实际上他说这个的时候他也是糊里糊涂的，你知道吗？嗯，是是是。谁说的？体力老师还有感受想说。有能力选择这几个段落的演员呢，是要有相当经历，太年轻的演员可能拿不下来这段落。啊，您是说青花瓷不太年轻了？嗯，年龄给暴露出来了。不是不年轻啊，现在有很多年轻演员，也有很有经验。我说的是经验的积累啊。拖出去砍了。看那配音大咖的身影，那手。抽你来着，你一说人家年龄大。还是不想让我们猜到他是谁。乱了乱了，厉害厉害。如果你也想挑战声音大咖的同款配音片段，马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入节目专区参与全民配音比赛，参与者100%可以获奖，更有1000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等着你来拿，为你喜欢的明星人气助力，而且还有机会亲临现场与明星互动。我们来听听3号嘉宾大明湖的夏雨荷。压力好大，加油加油，马上要上战场的感觉。不用看一下，加油。我们听听夏雨荷给我们带来的经典之声《大圣归来》。大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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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今年最棒！大圣，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我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
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呢就是108000里，拔一根毫毛一吹，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对了，大圣，你还有一根如意金箍棒。话说那金箍棒重13600斤，大圣大圣，你的金箍棒呢？戏里说你给藏在耳朵里了，给我看看啊！给我看看！你这小屁孩，叽叽喳喳跟哪一路？俺老四的脑仁都被你扯炸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啊？好，大圣，二郎神真的有3只眼睛吗？哦，好厉害！哎，大圣大圣，巨灵神是不是力气很大？很大。四大天王是兄弟吗？是姐妹。那哪吒是男孩吗？哪吒。托塔天王有塔吗？没有。那塔里有人吗？没有。哦。好可爱哦。特别可爱。好可爱哦。棒棒棒，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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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绝了。特别喜欢这个，耳朵一听，就觉得。活生生的鲜活的一个形象就在你面前出现了，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给动画片配音了。刚才听夏雨荷配江流儿的那感觉，一定是她声音当中流露出来的那个童真，对不对？她一边配一边比划。下面这段经典之声是唐山大地震选段，她为方登配音，也就是张静初饰演的那个角色。你听一下音乐，很快。凯叔，凯叔，哎，夏雨和老师要稍微准备一下，所以给他一点时间。好。每一个声音大咖去选定段落的时候，他的情绪、他的角色都会有非常大的差别。配感情戏的话，你就是真诚，然后去感同身受，感受片段里人物的那种状态。我过得挺好的，女人一辈子有几个30年呢？你为什么呀？我真的过得挺好的，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的，都更对不起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从第一眼看见方达，我就开始恨自己。他是我弟弟啊，他能活着多好啊。妈，对不起，我折磨了你32年，32年，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妈，妈，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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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对不起，对不起。
心里听完这段还挺难受的哈。夏雨荷也一定是动了真情了。来，夏雨荷，现在我们能聊几句吗？稍等，雨荷要缓一缓。可以。别穿帮了啊！刚才情绪转换非常大啊，中间你做了哪些调整吗？我听了听音乐，大概也就是不到半分钟吧，你马上就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了。嗯，那个凯叔，你不觉得你这聊天好尬吗？我特别尬，我知道。要不您多说两句，您跟他聊几句。我特别想听你继续尬下去。行吧，我不跟他尬了。他找了一段难度特别高的，对他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我觉得能这样已经很棒了。往往演哭戏的时候，其实一定要让那个情绪带着你说话，而不要让说话带着情绪走。配这种哭腔容易，就把这个反过来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演员非常不同，因为在配音之前，就这一点戏之前，他还让自己的情绪进入到那种状态。李沁非专业出身的一个演员，他的演艺的经历也不是很长，但是他在三个非常强大的对手面前没有示弱，给我们一个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特别好调调，很舒服。我们这边刚才好像就聊出一个方向来，三号夏雨荷，我们是不是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晚上见过一面？什么？在哪儿？我一会儿说，如果是的话，我就解释，一会儿再解释说怎么见到的。你不说也行，我觉得让大家猜就好了，我们不给他机会解释了。哦，别别别！你是不是跟他有一天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误会，误会。现在我们该轮到四号了。下面该放我了吧？老师，你怎么那么可爱？现在开始，踢腿运动。小童牙把假牙戴上没有啊？安上了。铁齿小童牙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段经典之声《羞羞的铁拳》。哇，加油！他配马小，马丽，来自东北的马丽，有请。帮我个忙，当个道具。可以可以。做什么？真听真看真感觉。别吓着你了。好，来。这好像不是刘，还挺大。哪儿去了？这声音怎么也给垫面型了？小小，你醒着，小小，小小，你快躺着。无良啊，我不是小小，你听我解释啊，我不是小小。小小，我没工夫搭理你，你把小在哪儿？我找他去。马小，马小，马小，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医生，阿良，是我，马小。他妈还话嘎呢！别打了！猴子，别打，别打，别打了！哎呀，我看看，把脸都给我打花了呀！小小，你怎么还护着他？这是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怎么就这样了？你给我滚！你说什么？安良，我想一个人静静。小小，你别担心，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得嘞，等我好了，我在这招呼你。小小，走。小小，过去。哇，这段太香了，太香了。我觉得这个配音是比较难的，男人的灵魂变成了女人的身体，但是这是一个女演员在配，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来，真的棒。掌声就更好了吧，好好笑。天哪，这种感觉太亲切了。凤晨，描述一下刚才你看到四号的状态。小童牙老师真的特别活泼，他真的是一秒入戏，劲儿贼大。因为他在配羞羞铁拳的时候，就是我是他的道具，得劲儿咬我，我真的就是全身紫了而已。杜先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不会，不会，一会儿就上来了。啊，有后门吗？他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段是多少年前一部非常著名的电视剧，叫《青衣》，他配的这个角色，原来的扮演者，徐帆吧，是徐帆老师。这个角色叫小燕秋。青衣说的其实是挺悲凉的一件事情。主角沉迷于说我曾经的美好的爱情是一个小生，然后我竟然嫁了一个丑一样的一个胖子，就是现实和理想他的那种差距，让你挺纠葛的一个东西。有请青衣。咋的了？三杯酒夜穿心过，两朵活人呐，不认识啊？看看，看看这边呢，这边呢。夫君，头儿啊，那别折腾了啊！这大晚上的，您这街坊邻居听着得笑话啊！你这个负心的人呐！别唱，别说了啊！干啥呀？你可曾记得对我说过的话吗？我跟你说啥了？你我夫妻相惜，生死不负。我朝日起死，暮成雪，我今天我们身临其境，我们听到了很多好的声音，对吗？这个演员一下就能听出他戏曲功底，我这外行人都能听出。这一个特别能演戏特别好的一个演员，你不能说
我是，我也告诉大家不说，吓死宝宝了。等会儿，两位老师刚刚都知道了多少？给点提示呗。他这个你想有两个元素，我还是说了，他这个东北话、东北腔是吧？东北的我了解，我是沈阳明星会会长。第二，京剧的韵白很地道，是京剧刀马旦。他知道了，可可知道了。你不用管。啊，刀马旦都已经出来了，完了。可可跟我拍戏呢。娘，您的小棉袄在这儿呢，您是找我来了不？娘，您咋不说话了？娘，您一直笑干啥呢？别承认。我不说是谁了，但是是正好现在在演我娘。哦。如果你喜欢刚刚的配音，去喜马拉雅 APP 为他投票，助力他成为年度声音大咖，还可以和他一起搭戏共飙演技，参与者100%可以获奖，更有1000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等着你来拿。好，现在任务要交给新生班，你们的福利，你们要选择出一位你们此时此刻最喜欢的声音，把他请到舞台上来。啊，到底是外滩王熙凤，还是五环青花瓷，大明湖的夏雨荷，还是铁齿小童牙？多少？2号？3号？1号？4号？来，选择一下。到第四位老师出现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亲戚在。亲戚。所以我们想选择的是4号声音大咖铁齿小童牙。这回速降。两天不要揍我啊，可可，你不带这么穿帮的。对不起啊，刚才确实把那个谁给摇得够呛。啊，没事。我能回出长沙吧？可，没事。但是您可能回不了东北了。别说你了，他禁得住200斤的胖子摇。哦，那我就踏实了。其实我看过你一部话剧，就是当年那个《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你们知道吗？啊，他们太小了。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他演的是大赤包，烫着那个复古的那个卷发，穿着旗袍，啊，撇着两张嘴，一张嘴啊。用老舍先生的话讲说，大赤包是小羊圈胡同里边的西太后。哦，他是一个差不多200斤的胖子吧？对，是特意把身材吃成这样了。不能够，我穿了一个那个胖袄在里面，还有假屁股、假胸，可以说哈。那今天是不是给我们来一段大赤包啊？啊，我怕。来一段，来一段好不好？他即使今天没穿那套行头。他那个大齿包一张嘴，你们马上就知道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形象。来一段那个大齿包被抓走的时候。
有请。小羊圈的老少爷们、街坊四邻，你们都给我听好喽！我大赤包遭恶人陷害，但我绝不会下大狱。凭我的口才、气派、精明和以往的成绩，要不了三言两语，我就能把这事儿掰扯清楚喽。今天我大摇大摆地走出这条胡同，要不了晚不少，他们就得八抬大轿地把我给抬回来。我知道你们都不待见我，就都不用出来送我了。一胡同的怂包，嗯。哇！骂你们，你们还鼓掌？求一虐，真的。人的声音呢，能把这人的身材给带出来，把我给抬回来，你就感觉你想给他配动效，蹲蹲蹲，把我给抬回来。那怎么感觉好像那地上砸了仨坑似的？我是觉得啊，不仅作为我娘，作为我的大师姐是有何等的这个功力在，就是立马觉得在台上海璐姐变成了200斤的胖子。海璐一会儿会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好，把掌声再次送给海璐。好，谢谢大家，谢谢。那接下来就是声音之战第二轮，魔力之声。对于配音演员来说呀，必备的技能就是让自己的声音不断地进行年龄化的化妆。也许你今天配一个5岁的小男孩，但是明天你就得配一个80岁的老太太。那今天的魔力之声，我们要用到喜马拉雅 APP 里边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可以根据你的声音测出你的年龄。咱们现在就比一比谁的声音的年龄的可塑性最强。笑什么？哦，海璐出来了是吧？海璐现在没有隐私了啊！我们请铁三角三位老师帮我们做一些实验，好不好？好，铁林老师来个嫩的。村里少数思想古旧、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纷纷议论他们村里新出现的这个乡景儿。来 AI 评分。没骗得了呀，怎么办呀，铁林老师，对不对？这个伤心吧，不是，这机器可以刷脸的是不是啊？郭丽老师笑得太开心了。那我们现在先比第一轮。哎呀，四个人同一个目标，比谁的年龄小。我孩子都有了。我是咱们这里面年龄最大的，应该是，对不对？我76年嘛。哎呀，好，有请外滩王熙凤。
哎呦，我这大粗嗓可怎么办呀？加油！大学我来了，再也不用高考了。我要学会化妆，我要找一个帅气的男朋友，我要开始谈恋爱。哇，好棒啊！这老不了。我估计啊，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我们先来听听三号声音大咖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花妈，你不要瞪眼睛了，不要再吹胡子了，快来抱抱我，小雨荷要抱抱。花妈，小雨荷要抱抱。这个我真的没听出童真两个字。没错。五环情花词，咱们听听啊。第一，我现在很愤怒，我现在很愤怒。第二，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我叫楚雨荨。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这时来你会明白，你是唯一不可替代。第一，我现在很愤怒。第二，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娇羞的都想包一个鱼塘给你。好，我们听听铁齿小童牙。皮卡丘，皮卡丘。哎，不，我申请把这面纱去掉。我们看着他的形象听皮卡丘好不好？配音演员都是在小房子里的呀。你这个配音演员比较知名。哎呀，耶！那个软件它不会是根据脸来判断年龄哈。来，开始。皮卡，皮卡，皮卡皮，皮卡皮，皮卡皮卡丘。太好听了，太好听。海鸥挺难为了这宽音大嗓啊，就憋出丘。AI 请评分。哇，十七，谢谢。哇，未满十八岁，对，未成年。恭喜青花瓷本轮胜出。别问你输了，一码第一手就输了。下一轮咱比什么？比谁老，对不对？哎呀妈呀！哎呀，有人提议，为了给那个 AI 搞乱了，从四号开始。来，海洛，开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不再是你从前的大爷，你大妈还是那个能跳广场舞的大妈。这估计年纪很轻，这个也可能八十多九十多。奴婢知错了，
万岁爷，您就放过我吧，我容嬷嬷再也不用针扎紫薇格格了。夏雨荷老了，铁林跟你一个岁数。老张啊，叫我呢。皇后余生，四季冷暖都是你。行了，这个肯定查不出来，已经过去了。啊，好，我们听听青花瓷。好心的姑娘，为了感谢你，请收下我的苹果。这苹果多诱人呐！你把它吃了吧，吃了吧。我估计这岁数不小。看看 AI 怎么判断。如果你也想玩，赶紧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声音鉴定，来测试一下你的声音年龄。好啦，下面又是我们的福利时间了，新生班要选择一下，你们此时最希望让哪一位声音大咖出场？哇，大家呼声好高啊，二号。二号，跟我们想的差不多啊。哇，外边此起彼伏哎。17岁，青花瓷老师前面有一段，其实呢，他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过。是的。既然来过一次了，那就没有理由不让青花瓷老师出来了。最后那一段，总决赛的时候，赵老师，请出我们17岁的五环青花瓷。但所有人都熟悉，而且身临其境的朋友们一定是更熟悉了。《白雪公主》里的王后，那声音一出来就是要破功的感觉，所有人没有猜不出来的。敏涛老师又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是不是也要给我们展示一段，让新生班学一招，好不好？那个啊，来一段。我的孩子死了。他说什么？我的孩子死了。我已经开始了。说来就来。我的孩子死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你再也没有可爱的人了。可是你又是谁呢？你从来都没有认出过我，你从我身边走过，就像从一条河边走过，你踩在我身上如同踩着一块石头。你总是在走啊，不停地走啊，却让我在等待中笑我一生。
浑身在发抖，我的头好痛，我在梵高烧。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请你为我做件让我高兴的事。每逢生日，都是个人想起自己的日子。都买些白玫瑰来供在花瓶里。我不再相信什么上帝，我只相信你，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一年只有这一天，让我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吧，就像过去我曾经活在你的身边一样。答应我吧，亲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的请求，好吗？我请求你，我感激你。特别棒，特别棒。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在临死之前告诉一个男人，他如何在这十几年当中默默地守候着他的这份爱。这样的爱太宝贵了，此生可能只有这一次。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朋友心里充满了爱，让爱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尹丹老师马上就要为我们准备后面的声音大秀，我们请他回到配音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刘敏涛给我们的惊喜是最多的。我对你无能的细节问题一点不感兴趣，我的要求真的那么苛刻？他所出来的东西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的，他会去找到他自己内心的依据。你踩在我身上，如同踩着一块石头。一束光打下来，一人在念的时候，台下会鸦雀无声。我请求你，我感激你。这个是一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组接起来的影视作品，那种表演片段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考验演员功力的。现在还有两位没有见面是吧？一个是外滩王熙凤，一个是大明湖的夏雨荷。你们想不想看看我们二楼的配音间啊？好，我们请配音间亮相。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三轮声音大秀，今天四位嘉宾将联袂用声音为我们带来经典剧目《灰姑娘》，现场的500名观众用投票表决出你们最喜欢的声音，获得最高票数的声音将进入我们的声临其境年度声音大秀的演出。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店。声音大秀，这个世界名著是为他们四个人量身定夺的，只要把它诠释好了，就会发现经典就是经典。上台，我们先看看大屏幕，一起对一次口型。我太冷了，腿都冷了。我答应你要勇敢，可是我不能。我要做王妃的，我得先换身舒服的衣服。不许参加王子的舞会。实在难以选吧，只能让我选一个。谁是现场观众最喜欢的那个声音呢？请投票。声临其境，收集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 Kid， 学青少儿英语上 VIP Kid。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待会儿见。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现在继续。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喜马拉雅 APP 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本期节目我们也为观众准备了专属礼包，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关键词《声临其境》，更有1000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等着你来拿。感谢首席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 Kid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学青少儿英语就上 VIP Kid。最后一个节目叫《声音大秀》。要一起拍一个灰姑娘，我们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世界名著，而且这个世界名著呢明显是为他们四个人量身定夺的，只要你全身心的把它诠释好了，你就会发现天哪，经典就是经典，就是这样永恒的。我们决定呢，李沁你来灰姑娘。我觉得灰姑娘她就是代表了一种美好，我们必须坚强勇敢仁慈善良。大姐是万茜，二姐海璐。王子的审美品味真让人遗憾，天生的一对。我从来不是一个一定要把自己做成主角的一个人，真的制胜只需要一招。继母闵涛，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挑剔的人，你给我什么我就接着。走一遍走一遍，咱们抓紧。王老师想问您一下，俗话说雪毕竟浓于水，这个地方念雪还是念血还是念血？念血。念血。这个字从来不念雪，既然叫声临其境嘛，你每个字都要念，要不然贻误他人。血。那个梵语怎么办呢？他按音标念着阿拉玛。阿拉玛。的。的。巴利兹。巴利兹。下面那个比较长了。下面这个是我的。哦。不会是吧？英文的万国音标，或者用汉语把它标一下，就简单一点。May， May， May， May 比热，May 比热赛， May 比热赛。哎，热炕你了，热炕你了，热炕你了。莫的，热炕你了，太热了，莫的，摸一摸，摸的，摸的，摸的，只能说差不多。May 比热。热热热热看你了，莫的热热热看你了。上台，我们先看看大屏幕，一起对一次口型。不要让他第一眼就爱上我。金榜脱线了，哦，还有这儿也掉，也可能是我成为王妃。这段现在看起来还挺生的。闵涛说他那个衣服的时候，使劲那个地方，就是，哎呦，这个地方怪着呢，有这个感觉。仙女儿扔那个魔棒的时候，你给出个声行吗？我要先去换身衣裳。对对，耶，就是那种感觉，这个使劲扔上去那种感觉啊。好，再来一遍吧，好吧。你见不到他，因为你根本就不能去。这是我母亲的哦，那就是我侄女。我太冷了，腿都冷的不行。这辈子都别想改变，老往他这走。
有几个小地方啊，肯定还得再录一遍。这都后半夜两点了，一点了，他仍旧在这样做。这些老前辈、老艺术家们都能做得到的，我们真的要珍惜。反正我就愿意跟高晓偷离这个乡村隐蔽，保护这个乡村。我一定要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的投入到那个角色当中。能给我一小片面包或者一杯牛奶吗？一点多了吧，放观众吧就。抓点紧吧，咱们趁这个机会再找个电视机给他们放一遍好吗？走走走走走，去配音间。麻烦后面进场的观众抓紧时间赶快就坐，再给你们对一遍。好好，我以为你已经猜到了。前后两个声音的变化再大一点。所有的姑娘都想赢得王子的青睐，切换身舒服的衣服，这下可傻眼了。安静。诏曰：自即日起两周以后，在庄严的王宫大厅举行盛大的宫廷舞会，借此隆重盛典。遵循王室百年之传统，王子殿下将遴选出一位新娘。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昭告天下。瑞拉迫不及待地想去王宫去见 Kit 那个学徒，而她的姐妹们则对参加王子的舞会表现得足够淡。哦，什么？我要让他一眼就爱上我，不信走着瞧，还是天大的喜讯。镇静，孩子们，好好听着，你们要把王子的魂儿勾住了，我们的债务就能一笔勾销。逃离这乡村，要做王妃的，可能是我成为王妃啊！消息送到了，你怎么还在这站着？马上去镇上告诉裁缝，用最高级的面料给我们准备三套舞会礼服。三套，夫人，你真是太仁慈了，你想到了我，想到你。他认为有条裙子是他的，我们把话说清楚。一套是给 Antasia， 一套是给崔丽西亚，还有一套是我的。Among the Brisky， 这话他可听不懂。Maybe the girl that was the mother, mother see it, you was milk dove。好啊，很好，就这么定了。你快去呀！所有的姑娘都想赢得王子的青睐，你必须在裁缝被活压垮之前第一个赶到那儿。他刚才说了什么？我又不懂意大利语。终于盼到了舞会的日子，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在屏息以待。我亲爱的女儿们，你们真是太迷人了。我敢说，这个王国没人能比我的女儿更漂亮。嗯，灰姑娘，这裙子没花钱，这是我妈妈以前的裙子，我自己稍微改了改。你穿着这身破烂衣服去参加那么隆重的舞会，只会让王室蒙羞。破衣服，这是我母亲的。哦，那就恕我直言，你母亲的品味非常出问题。这件东西已经老掉牙了，随时都会变成碎布片。肩膀脱线了。这也掉了、啊、你穿着这样简直让人手流豆油。你怎么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你和我的女儿扯到一起，因为你就是个下人，你这辈子都别想改变。给我牢牢的记住，你不许参加王子的舞会。你好小姐，你能想想好给我一小瓶面包或者一杯牛奶吗？好的，我去找些吃的给你。你怎么哭了？啊，没什么。区区一碗牛奶，小意思。但是好心就会有好报。嗯，我是你的仙母教女，哦哦，不是仙女教母。哦
有请王子殿下挑选舞伴儿，跳第一支舞曲。现在，宫廷舞会开始。公主殿下，如果你能够给我这个荣幸，跳完这第一支舞曲，可以吗？好美好美。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为我们全程拟音的两位拟音老师，龙兰老师和韩瑞达老师。我在台下坐的位置比较低，一上场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两个男士为什么穿着高跟鞋，仔细看到后面我才发现他们脚底下也有艺术。把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很完美的一场表演，到这里告一段落。这个时候看过全场的表现，我们听听三位老师会为谁来拉票。今天四位实在难以选拔，这样吧，我只能说一个呀，刘敏涛。刚才配继母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开始那几句对女儿的爱，然后对回宫的那种邪恶都表现出来，而且过渡的是那般自然，所以给敏涛点一个大大的赞。今天整个的节目啊，让我很感动的就是秦海璐，他在台上的表现让我觉得这一代演员的能力真强，太棒了。万茜让我很惊讶，我没有想到你不但是万茜，你还是万变，我选择万茜。我们后面500位观众拿起你们的表决器，观看了一整场的演出，谁是现场观众最喜欢的那个声音呢？请投票。万茜老师可甜可盐的声音让我叹为观止，敏涛老师用声音塑造谁你就可以爱上谁，完全听不出来海璐姐的本声，就是那个人物。我这一票投给李沁。几号？二。四号。有三号吗？一号。你们每人投了四票是不是？我们回身看大屏幕。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店。这期的主题叫做低调大叔，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真好，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你的喘息是谎言堆砌而成的，感觉自己脑门发酸。这就是秦始皇的镇店之宝，秦王赵国靖，原生吧，认原生。你要是回来啊，可别找不到门呐、啊。让我们潸然泪下，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太难了，要不算了吧。我先走一步，你们这儿。老身临其境，首席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 Kid， 学青少儿英语上 VIP Kid。喜马拉雅 APP， 身临其境，待会儿见。喜马拉雅 APP， 身临其境，现在继续。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喜马拉雅 APP 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身临其境》。如果你喜欢刚刚的配音，去喜马拉雅 APP 为他投票，助力他成为年度声音大咖，还可以和他一起搭戏共飙演技。参与者100%可以获奖，更有1000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等着你来拿。
身临其境，真材实料。感谢官方指定饮品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喝六个核桃。特别鸣谢甄选产品安居客，挑新房、二手房上安居客。感谢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回身看大屏幕，本期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的声音到底是一号万茜，还是二号闵涛老师，还是三号李沁，还是四号海璐？147票，恭喜闵涛老师成为本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身临其境，除了年度声音之王，还特别设立了最具人气男声和最具人气女声奖项。现在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入节目专区，就能为你喜爱的声音大咖投票助力。那么喜马拉雅 APP 也是节目唯一的投票平台，你还有机会亲自为人气男声和人气女声现场颁奖。同时呢，上微博搜索身临其境，发表你的独特见解，投票选出本期你最喜欢的声音作品，登录今日头条参与身临其境超级话题互动，边看边聊，上西瓜视频搜索身临其境二，看原声影视作品。此外呢，还有更多新鲜精彩的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有关于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请关注湖南卫视身临其境的官方微博微信。你也可以在芒果 TV 爱奇艺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下期再见。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店。这期的主题叫做低调大叔，肢体语言上好像不太低，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真好，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你的传奇是谎言堆砌而成的，感觉自己脑门发酸。这就是秦始皇的镇店之宝，秦王赵国靖，原声吧，任原声。你要是回来啊，可别找不到门呐、啊。让我们潸然泪下，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太难了，要不算了吧。我先走一步，你们这儿。声音大秀，还有两个在窑里，自己解决吧。老子把你头拧下来！我他妈一直在等你的号啊！我毙了你！经理，谁是现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请投票。声临其境，收集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 Kid， 学青少儿英语上 VIP Kid。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待会儿见。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现在继续。声临其境，它这么的入人心，我才觉得台词呢的魅力，竟然是这么无穷量的大。今天真的感觉是一个盛宴的感觉，从我们的舞台美术啊，然后到灯光啊。我挺佩服我们的这些工作者的，他是可以将演员的一个技能能够展现给别人看的，我觉得是真材实料的这么一个节目。我觉得《声临其境》大有前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觉得这个节目，他真的是很爱护每一个演员，跟这个导师，包括我们四个一起来探讨剧本的时候，有几度我都感觉像回到了学校的感觉。非常享受这样子一场声音的大秀，享受这个舞台。你不在，我跟谁说去？当声